近期接获民众的一个爆料，其实张渊祥基隆市民政处处长张渊祥在8月15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具备基隆市选委会总干事的一个身份。然而他在8月16号及8月20号的一个议会答询过程当中，还是以基隆市选委会总干事的一个名义自称，甚至在昨天的媒体的一个相关揭露的一个新闻里面，他仍然是基隆市民政处长兼选委会的一个总干事。此举其实让民众反映说，他其实已经达到冒名公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我想，其实，在8月15号就已经免监的时候，甚至在议会审垫付款，张渊祥仍然直接的回答议员的一个问题。如果当下其实议会已经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直接邀请选委会的总干事，就是现任的副处长赵明华到场来进行说明，而不是张渊祥。所以，其实我们接到这件事情，希望说谢国良市长应该主动出来向社会大众说清楚、讲明白，否则现在张渊祥处长他就是冒名的公务人员，其实这是一个刑事上面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效果。也希望说基隆市政府要向社会大众说清楚。我是在这个今年的8月15号向我们中央选委会来提出辞呈，那辞掉我们总干事的位置，按照选办法及相关规定。基隆市选委会总干事，得由民政处正副的局处长来做相关来做这个担任的工作哦。那接下来由民政处副处长赵明华来接任基隆市选委会总干事。至于有在基隆市有议员提到我在议会上针对选委会的工作做相关的报告，这是因为基隆市选委会的相关选举罢免的预算，必须送到基隆市民政处来，由民政处来编列预算的概估之后，送到事务会议通过，再送到基隆市议会做预算垫付款的审议。所以当时我是以民政处处长的身份帮忙做说明，做这个垫付款的说明。